时间回溯到四个月前，我在网络上订购了两对黑莫斯科孔雀鱼。那时他们才刚满三个月大，不幸的是，在我购买几个礼拜后，一只公鱼因为腹水而离开了。我成功富裕 F1 的黑莫斯科，目前载鱼们约两个月大。黑莫斯科的母鱼，现在它的肚子又圆又大。相信过不久，我将再次收获更多的载鱼。